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是在香港先拍电影，一些小本的电影开始，然后其实心里面就一直看着领导的所有的作品，就是心里就想能不能有一天跟导演合作。然后那我发觉大家只要你敢发梦，愿望就会成真，我现在成真了。所以就是拍的时候所谓的魔鬼导演，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导演的脾气是非常好，就是他现在不说话而已，但是你们不要被他吓到。就是因为其实你要拍他的戏，你心里就应该做好准备了，就是不会说现场哎为什么会这样，你其实拍他的戏，你心理建设做好了，你就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奉献在电影里面，我就觉得 OK 了，所以不会觉得他是魔鬼导演反而的。